11月26日晚，张莹莹晒出与汪小菲的合照，这是对外官宣恋情。画面中，张莹莹一身运动装打扮，靠在汪小菲的肩膀上，两人看上去十分恩爱。与此同时，汪小菲在评论区留言：“谢谢小朋友。”虽然两人的绯闻已经长了一年多，但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过。如今张莹莹公开晒合照，而汪小菲也大方留言互动，看来他们是打算和张兰对着干了。此前有网友晒出汪小菲朋友圈的截图，疑似官宣恋情。对此，张兰在直播间回应：“我不会同意，汪小菲的朋友圈是5年前的，有人断章取义，恶意造谣的。”张兰直言：“没有关，哪来的仙？”网上曝光了汪小菲和张莹莹的录音，两人谈到了怀孕一事，张莹莹好像又有了。汪小菲爆出口说道：“有了就生下来。”张莹莹回应：“之前已经打过一个了。”对于录音，张兰在直播间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一定要爆料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如今张莹莹晒出合照，很显然是在和张兰叫板，大家都在替张兰鸣不平。明明拿了大女主剧本，没想到却生了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儿子，又打回原形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